咖哥，用这些卡包和卡盒，我能喊你换两包荣耀二蛋或者四包荣耀五蛋吗？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两个版本出的 HR 卡超级稀有。如果可以，我还要给你一个比你猜过更酷更好玩的布莱泽变身手镯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哦，看来这位手办很懂哦。荣耀二蛋的话，有赛迦和奥王的 HR 卡，而荣耀五蛋还有两张超稀有的电视卡呢。哦，万代有出过其他布莱泽的变身手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难道是假的？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把他们换回来。两包荣耀二蛋，或者四包荣耀五蛋。不过经过凯哥的讨价还价呀，最终以一包荣耀二蛋、两包荣耀五蛋，把这个包裹给换回来了。换卡小天才，那么我们赶紧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好东西。哇塞，一大堆啊！哇，首先是一个香肠派对和奥特曼联名的豪华二十四弹，紧接着哇还有 CP 包两包，哇是第四弹的哎、哦，这里的话哇还有一些小绝版的卡包啊，最后呢，哇塞真的是一个布莱泽的变身器哎，哇我感觉这回惊呆了，来看这个手工包装的封面，哇塞也太时髦太酷了吧，打开打开，哇这我是第一次见哎，赶紧打开，哇塞这也太小了吧，哇而且变身光效啊。还是张贴纸贴上去的 ，What？ 而放灰石的地方也被和谐掉了。哎，要说是变身手镯的话呀，哥觉得这个更趁手哎、欸，变身也非常顺畅呀。比起原版的声光变身手镯，我觉得这个更像是腰带呀。紧接着，大家来看看这些小绝版能不能欧气爆发？要十一，哇塞 ，HR 卡是高斯未来时代 ，UR 卡，哇，中了一张。赛罗的一块白金卡，紧接着荣耀十二迪迦，啊，这怎么是个古敦呢、啊？ Oh, no. 哦，是利布特吗？哇，是他的一张金卡、欸， oh. 还可以还可以，这一包是荣耀 SL， 这个也太少见了吧？而这里的话，哇，得到了一张 UR 卡，黑暗特利迦 HR 卡的话，哇，是爱的战士达更，还有一包，哇，德改封面的，开口在这下面，哎，哇塞，这什么？出了超稀有的哇 SH 卡，天哪，这可是烫金版本的泽塔贝塔冲击啊！另外金卡的话呢，哇是跑男泽塔呀，这 CP 包有意思啊！哇，一个是白贝，一个是白托，直接来看看，好卡好卡！哦，又是你啊，泽塔贝塔冲击 CP 卡的话，哇塞，这么一张，哇卡卡罗斯啊！紧接着看看白贝，看看，哦，这怎么还重复了？不会吧？不过 CP 卡呢是赛文二十一，这还是不错的呀，抽到了三张超稀有卡、哦、而且还有一个超好玩的布莱泽手镯，一个哇超绝版的联动豪华版，